连办七年，逐年拢非常受到欢迎的鹿港小食宴，今年特别增加到450桌。16号早起开放报名，其中网络报名100桌，30秒内底就马上互抢了咯。另外，现场排队的人，有人透早4点就来，无抢到的民众表示真可惜，明年阁要来抢。一透早，鹿港镇公所头前排了真长的队伍，为办公大厅一路排到外口，有人直接徛在椅仔坐咧等。这么多人拢是为着一年一度鹿港小食宴。我6点半来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伊5点半。大哥，5点半就来。贵州朋友来排队。啊，我是为着阮厝内面人要食。民众5点半来，搁咧排队，已经举办七年的鹿港小食宴。今年有29种鹿港经典的小食，包括蚵仔煎、蚵嗲、虾饺酥、乌鱼子、面线等等，一道3000块。当年不管几道，拢真紧就互抢了咯。鹿港东游记小吃宴今天开始接受民众的报名。那今天早上4点就有民众来这边排队啊，8点一开放啊，可以说马上就这秒杀哈。那还有我们网络的报名也是在30秒钟就秒杀。那传真的部分哈总共有250桌啊，马来西亚的传传的高位啊，差不多9点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哈。啊，大家这当看出大家对咱鹿港小食吼的这个喜爱。那我伫这嘛要邀请大家吼伫这27号、28号2天的小吃宴，大家来鹿港吼参加我们的东游记，买单来品尝鹿港的小吃宴。过去办小食宴，总是会当吸引满场的民众，因为一道就当食遍鹿港所有的小食甲伴手礼，嘛变成鹿港逐年推广美食的特色活动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